星宫啊，真没来，走啊！我过来要躲，现感觉一波要躲一阵，是西雷嘛？西雷嘛算足早的开发的一个所在。较早就伫迄阴泉遮共借网路，走过路过不要蹉跎。即阴泉遮？嘿啊！啊，毋着右边？嘿啊，右边右转啊！哦，右边西个大桥落来。嘿啊！鹅肉面，油葱粿，这个无假日都无。哎，油葱粿，阮当初敢捌买过哦，油葱粿，唔是咁一间。啊，九层粿啦，九层粿啦，我有买，有买过九层粿啦，我有食过啦。哎，可能买一间，因兜里头前遐尔，西大桥啊，六十年老店。西雷七卡侯桥民宿，我才过到西雷大桥安尼，啊，阮同船兜带来，你拄仔迄条遐吗？啊，就像是诶，拄仔左转嘛。着急，西螺大桥，我第一次开这条。嗯，这算旧的啊，这算旧桥嘛。新的吧？新的啊。这新的啦，我第一次开这条，这边开过是迄落中华吗？啊在。安尼开了真水啊，红色的桥。铁字，啊，大家嘛来拢红桥啊。诶，这条桥，甲迄个咱咧介去行迄啥物虎尾铁桥，敢有共？共迄落一条溪。这是算是浊水溪嘛？可能共吧，无，迄细条吧。这条是浊水溪，旧西螺大桥。啊，忠哥，你讲这条是旧西螺大桥，啊，新西螺大桥嘞？伊讲溪州，溪州。哦，溪州迄条是算新的啊。哦，啊，旧的用到那新的嘞，哦，真长嘞。西螺通快啊！哦，这条桥这长哦，这条，那是高铁。哎、欸，这条啊，这条敢是你也走高速的，是迄个什么中沙大桥啊？嗯，哦，就新的叫西洲大桥。哦，啊，西洲大桥一对。溪州啊，遐偌济分化路。哇，这个可能几来公里哦。我拢当作这条是新的呢。哦，哎、啊，所以这个下骹是。浊水溪嘛，啊伊，卖恁惨啊！伊怪这边算中华嘛？看迄个浊水溪的云岭甲彰化交界。哦，欢迎莅临彰化县。我爱阮同事啊，要来彰化足近的。下过就到啊！靠，我真正第一届走这条呢，第一届。你都伫遐等？